所有人原地待命，我和庄栋会从地道潜出去，把外面的障碍清除之后，再来接应你们，好吧？注意警戒，走吧，庄栋，走，大家警戒，警戒。
我还是救你，两个人我都要救。快点，先走，上！快！没有三头六臂，上面没有救命之衣。等着，我念一下。 周富贵的圈套之中，叶尚文、庄栋及共同逃出来的狱友们悉数倒在了隐蔽的枪口下，此次的越狱行动彻底失败。 大家把活都停一下，过来，开个会。
谢谢。主编，能够快点回来？你说的十万火急，我能不快吗？哎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还真是十万火急。据地质考察队爆料，在庐山悬崖下发现几十具尸体被子弹打得面目全非、惨不忍睹啊！有这种事儿？身份搞清楚了没有？那还用查？肯定是地下党。哪个都晓得，庐山是警察处的秘密监狱。 皖南事变刚刚过啊，国民党现在已经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，这不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吗？国民党倒行逆施，有什么坏事干不出来呀？庄辉，没有证据，不许乱说。官民，你去新闻署采访一下。好，我一会儿就去。好，当局有什么好采访的呀？那三把斧子我都能背下来了，什么深表惋惜，要尽快查明原因，要从大局出发。哎，不就是一句实话不说吗？ 那以你之见呢？马上去庐山，全面搜集证据，用事实给当局一个响亮的耳光。不行，去庐山呀，太保险。我看，你还是给光明当摄影吧。陆头，您这是年龄越大，胆子越小啊。怪不得我们报纸没有新华日报抢手。你少废话，就这么定了，大家都去忙吧。 十个人，这周富贵要干什么？在这个时候捅这么大的娄子？文英给监狱打过电话了，周富贵说是为了镇压暴动的囚犯。他庐山监狱长期虐待犯人，连起码的人权都没有。还有什么？工党八班也来过电话，指责监狱惨无人道，用机枪扫射来镇压囚犯，导致囚犯面目全非，场面 惨不忍睹，用机枪扫射。处座息怒，也许这只是共党在夸大其词。这皖南事变，全世界都在盯着我们，这个时候传出这种事儿。处座，我尽快去一趟庐山，查明具体情况。我亲自去一趟。好，那我明天就去安排。我说是现在。现在。 陆山，陆山，带我一程呗。好吧，上车吧。我喜欢看风景，我坐后面了啊。好。周监狱长，我先恭喜你啊！豫广科科长的命令已经下来，多谢刘兄提携，大恩大德，小弟一定会报答。那是你自己的造化。 建议暴动评判报告，我已经把它交到秘书处了。只要局座回来，你就等着升官发财吧！啊，那小弟就静候佳音了。再见。喂，我是刘博。 哟，是尹经理啊！啊，尹经理啊，你要求帮你完成的那个生意啊，已经交易完成了。刘处长的能力真是无人可及啊，非常感谢。有空我请你到新兴喝咖啡。我倒是更喜欢嫂夫人亲手沏的龙井茶呀。你见没有？有这么说话的吗？刘处长。 开个玩笑，再见。王八蛋！出事了，共党正在调查犯人暴动的事，然后王凤安也察觉了，现在已经去庐山了。没留活口啊，哪来密报？就说这事，我也不知道啊。走，去庐山。 别让王方闻到腥味儿！哎，马上给周富贵打个电话，趁着王方还没到，把该堵的漏洞全给堵上。是。
眼睁睁地看着亲人和弟兄们在自己的面前一个个死去，仇恨的火焰燃烧着贺涛的每一个细胞。从今往后，复仇就成了他生命的全部。全到了，我对不住你们，没把你们救出来，这个仇我一定会替你们报的，你们就在天上看着吧。这下好了，我没死成，就只能你们去死了，一个我都不会放过。你们都得下去，向老庄和我的兄弟赔罪去。老大，一区还有几个没逃出去？多撒点石灰，王凤安的鼻子是属狗的。好的，我让他们一点骨头都剩不下来。有多远给我扔多远。有多干净，给我弄多干净。是。各位，对不住了。俗话说，早死早投胎，咱们来生再见。是个女的。敢偷拍军事行动，带走。放开我。没有了物证还有我人证，有本事你们把我也杀了呀。我周富贵虽然是一介粗人，但是我也懂得怜香惜玉。你写个报告，我明天陪你去重庆，请上峰指点。我凭什么给你写报告？你跟我装什么大尾巴狼？烈性子，我喜欢。你们两个听好了，他如果有什么三长两短，拿你们两个试问。是。这手艺是大有长进啊。
你是哪个部门的？怎么从来没见过你？真他妈晦气！上任第一天就被你们用枪指着。四五，估摸着王峰快到了。 哪里的？来得及，山路车开得慢。哎，对了，王峰安有这么牛吗？王峰安和刘博都是冀察署的八大金刚，他又是局座的黄埔同学，刘博的妹夫，能不牛吗？那个女记者留的也没什么用，要不就送给王峰安做盘下酒菜。拉倒吧，王峰安是出了名的怕老婆，他能吃你这套？ 老大，要不然就留给我尝尝鲜呗。你敢？非常时期，这个女人什么来历都不知道，明天押回重庆，把这只烫手的山芋交给刘伯处理。还是老大英明，省劲儿。 多烧点纸，你跟犯人们说，你说你们都别怪周富贵，要怪就怪老爷子，啊！哎呦，手法真不错。哎，我跟你说话，你哑巴了你？ 辛苦了，兄弟们都在会议室，等着给您接风呢。周富贵呢？齐素去叫，马上就到。恰似不巧啊！兄弟，我们俩往日无冤，近日无仇，你想要什么都可以拿走，我只求你给我留一条命。往日无冤，近日无仇，那叶尚文是怎么死的？庄栋又是怎么死的？ 别怪我，这都是上峰的意思，军不可违嘛！没这么简单吧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这怎么回事？记者擅闯军事禁地，那也不能随便就抓人呐！你们这些混蛋，你们带我去哪儿啊？树洞，这个人我认识，你去看看。放手！放开我！站住！ 放手，庄小姐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怎么，你这是到麓山来采访我？就许你们乱杀无辜，
就不许我把你们的丑闻见报吗？什么？你都看到什么了？我看见他们杀人，就算是罪犯，也要走个司法程序吧？别胡说八道啊！滥杀无辜，证据呢？你还好意思跟我要证据？你们杀人的行为我都已经拍下来了，可是那个姓周的把我的胶卷烧了，这还不算，他还砸了我的相机呢。 有这么回事吗？我会给你讨回公道的。我问你，罗钦呢？他调回重庆防卫局了。肥缺呀，那看来。 今天你只有孤独的一个人上路了，兄弟，别！我上有妻子老母，我如果要死了，我那个卖家老婆他一定会把我的老娘给赶出家门。你让我的老娘怎么活呀？这样，兄弟，你高抬贵手，放我一马，我以后再也不做伤天害理的事了。没想到周俊狱长还是个孝子。 可是你想过没有，你让多少人妻离子散、家破人亡，让多少兄弟阴阳相隔、痛不欲生啊！庄小姐，这么大老远呢跑到这里来采访，是报社派你来的吗？我一人做事一人当，是我自己要来的，跟报社没有任何关系。那是庄小姐一个人来的，还是跟同事一起来的？是我一个人来的。 庄小姐真是敢做敢当啊，佩服！我看这样吧，今天晚上在这儿好好休息一下。李伟啊，给庄小姐安排个房间。是。不用了，我现在就要走。哎，等等，庄小姐啊，这深更半夜、荒山野岭的不安全，我看你还是在这里住一夜。明天跟我们一起回重庆吧。 李伟啊，来人，拿去房间。是，离我远点。把周富贵给我叫来。是。 记性太差了，好，我告诉你，我是叶尚文的亲哥哥，是拉大粪的孙悟空。悟空，干什么呢？这是，在外面捡一傻子。也是送你上黄泉路的送行者，悟空。 周富贵怎么回事？到现在都不来。要不，我们自己到监局看看。
站住！去把周富贵给我叫来。辛苦喽，刘大处长连夜赶路更辛苦啊！哎呀，彼此彼此。哎，周富贵没来陪你。刘处长，是不是我们王处长长时间不来了，你手下的人都学会放肆？起云，误会啊，误会！我问问啊，立伟。周富贵呢？周富贵泡澡呢，张亮去叫了。呵，谱够大的，他活腻歪了。周建狱长和齐看守长被人杀了，快来人呐！周建狱长和齐看守长，你带走，我出去看看。人还没跑远，赶紧封锁营区，不能任何人出入。是。够狠的，这谁他妈干的？杀手怎么进来的？对不起，长官，刚刚接到命令，所有车辆不允许外出。是吗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分毫不差呀，手法够老练的。这奇怪了，这周富贵身上没有外伤，也没有明显的搏斗痕迹，这死得够蹊跷的呀！不好了，出错！一个人开了一辆车冲出我们的路障，还打死了我们几个哨兵，闯祸！连人都拦不住啊！他们跑不远，赶紧追！是，都给我追去！把李伟留下。我留下。是。凶手连杀两人，他是怎么做到的？我感觉凶手应该是事先潜入进来，然后伺机实施暗杀。齐云，你看呢？据我对周富贵的了解，这个人平常除了压榨犯人之外，还经常克扣军饷、打骂士兵，他的仇家一定不会少，所以我认为仇家寻仇的可能性很大。什么人会这么专业呢？
也有可能是仇家雇佣的杀手呢。这个杀手潜入营区，伪装成军官实施暗杀，并一举成功。显然，他对这个监狱的情况非常的熟悉。这个人很可能是你们的熟人啊，王处长。您要是这么说，可是要有根据的。你还有更好的解释吗？周富贵的手里是有枪的，可他一枪没开，人就死了。处座，会不会是凶手在行凶之后把枪又塞到他手里？别动。这才是他的致命伤啊。针眼儿，一个针眼能说明什么？李薇啊，陆山除了罗青以外还有谁懂医术？没有了，更何况除了我们是军官也没有别人啊。军官，站住，去把周富贵给我叫来。启源，这个凶手我们见过。见过？什么时候？你记不记得那个没有礼数的军官？哎，长官跟你说不值得答应吗？太大意了。在追兵的必经之路埋好炸药，从容地在路边等候他们入套。可他万万没有想到，在车上还有另外一个人，而这位不速之客的出现彻底打乱了他的脱身计划。